数码通公布，截至去年十二月底，半年纯利有4亿7534万，按年增长48.3%。面对激烈嘅市场竞争，数码通嘅服务收入同2010年同期相比，仍然按年增长30%，收入有28亿0675万。手机同配件销售收入有22亿5326万，按年急升超过2倍。本港平均每月每户收入是277元，按年上升15%，客户人数就上升12%，去到162万户。